为什么，爹爹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是你的女儿，尹萨格是你的女婿，我们才是你的亲人呢。为什么您宁可帮明夷，都不肯帮尹萨格？那位置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他的，你给我一个解释。太祖并天以来，太祖系三支为了夺大权，纷争不断。他们大多数人只是为了争权而争权。 从来没有想过登基之后能为大辽做些什么。可是明夷跟他们不一样。你何曾问过尹萨格，登基以后他会怎么做？这么多年来，不是因为他的努力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活下来吗？你为什么觉得明夷就可以胜过他？他什么都没有做。 尹萨格去做了那么多，胡年，你是怪我没有给他机会，还是没有给你机会呢？爹爹，你以为我是因为没有当成皇后才来问你的？我岂是那种为了后位处心积虑的人？你的确不像无辜李一样为了后位而努力过，是因为你心里就觉得，即便你不努力，这后位也应该就是你的。 就像人皇王一样，即便什么都不做，大权也应该就是他的。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，我只是觉得你对严萨格太苛刻。严萨格的确做了很多事情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严萨格，他没有对社稷的考量，没有对大辽未来的考量。他即便登了基，也和之前的大行皇帝是一样的。 那爹爹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处境？我跟严萨格是夫妻，你舍弃了他，是不是也舍弃了我？我，严萨格。 你要干什么？萧思温，我本来今天要取你性命，但因为胡年，我不杀你了。严萨格，听我一句劝：金帝登基宅心仁厚，他不会为难你的，留下来称臣，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凭他也配。 去哪里？上京与吴我容身之地，我要离开大辽，我要带你一起走。那你还不快走？你回来干嘛呀？你走啊，走啊！我不回来，我就听不到你为我说的这番话。胡年，我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会与我患难与共。夏思文，你会为你今天的选择付出代价。 这一切，我一定会夺回来。